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即马有六十分钟久的时间，足足要来讲台湾的历史。台湾的历史分做四段啦，吼。头一段是荷兰人来占，第二段是郑成功23年，荷兰人38年，还是讲39年拢会使，吼。啊，刷落晚清占213年，所以我写满清据台213，吼。啊，这年糕的算法，吼，头尾年拢爱共算落去。干呐，第四阶段对日本，在台湾51年，头尾年拢爱算。那讲50年是较唔对啦。啊，嘛袂使讲唔对，但是你1845，1895到1845，哦，头尾年单数甲单数加起来都是单数嘛，吼，哦，所以51年。这即摆在讲满清据台213的第二集，我有写过这几本书，啊，书吼会使去买。啊，嘛会使卖买，卖买就是你上网站去看，哦，网站拢有差不多发表100万字以上哦，台湾的历史哦，我写的哦，啊，这是其中的部分哦，第二段哦，这是这张图给大家看哦。就是当时吼，1683年，这个郑成功失败吼，啊，这个满清来占，是占这个有彩色的部分，啊，村内所在吼，白白的所在，拢叫做后山啦，吼，后山吼，后山这个名词到较最近也搁在用啦吼，吼，这个吼。这个是国加一个卡马兰、格马兰呐，吼，这都加一个宜兰呐。这是1810年占台湾100多年了后，才加过去占一个宜兰这个所在。啊，村的所在拢叫做后山。后山，前几年也有一个选举吼，叫做花莲选举，叫做后山选举，就是安尼来啦，吼。所以你爱知影，满清占台湾哦，伊是占平地啦俩，哦，啊，要安怎证明？哦，满清占的所在，迄个头壳吼，拢爱剃掉满清头。啊，你看，即个咱的即个高山族，哦，敢有去剃伊块头？无嘛，迄个无习惯。但我都不要控制。OK， 好。满清控制台湾哦，213年，哦，啊，伊占台湾哦，是这个所在是哦，殖民地，所以哦，伊的税金哦，就是哦，重客为原则，给你卡当税。什么物件拢爱卡税啊？卡重税，吼，哦，啊，征粮吼，哦，叫做征贡，吼，哦，啊，但是吼，哦，因为介绍落了哦，一转哦，成为德赦，所以就啊，一个吼耗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哦，你有一寡物件吼，会损会消磨去哦，啊，迄嘛都爱靠税金就对了。啊，甲贪污合理化的名词啦，吼，哦！伊讲吼，银甲七个同款，拢有损耗，吼，哦，银吼，咱们如何的损耗，吼，哦，
啊，七啊，咱诶七哦，去互鸟鼠啊，甲七鸟去食去哦，哦，这拢是一种损耗。啊，这个损耗吼，就是我嘛要甲你扣税金，哦，啊，这个税金叫做哦，甲贪污合理化，哦，这就是完全控制台湾的损，哦，田赋。咱即摆就讲一项一项税金来讲，田赋吼，吼，即几少几少，咱即摆无迄个观念，无要讲吼。但是荷兰时代的时阵吼，叫你种来种种作是甲你讲，我牛乎你，我犁田器具乎你，啊，我甲你做水沟，甲你做坡梯，这是荷兰政府做的。啊，你是落来。来做种田，啊！但是晚清的时阵哦，这个无啊，政府拢无咧甲你指导，你家己爱做，哦。所以伊无讲给坡塘堤川的修复，哦，甲牛经济农具的供给，哦，这就是晚清的第一无共款的所在，哦。过来，啊！这个台湾的迄个田赋，凭中国本土的田赋，国贵国较侪，吼、哦，数倍于内地的粮额啦。就是讲，你交的税金吼、哦，爱给中国本土几啊倍啦，吼、哦。1731年，哦，伊本来是讲比照甲台湾的田赋比照中国的同安县的标准来收，哦，啊，但是要收的时阵哦，伊改做现银，啊，即摆爱换做现金，哦，啊，现金啊，都可以到到尾就即个吼好的意见吼，都变做三倍，加三倍。给这个税金给三倍哈，田园为官所占，哈，这个西隆来占台湾的时候，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,000家，啊，西隆占7,000家，第一个给落地下落去。啊，买7,000家第一落地下落去，啊，买收租的时候，所以台湾的迄个诶产哦，变作三层的关系，毋是地主加政府的关系，地主啊，中间一个是中间人，就是参像西隆这款的人，吼、哦，就是一占的土地真大，吼、哦，大租甲小租，吼、哦，这都大租甲小租的代志。啊，一个吼粮具，这个咱就讲轻啊，就对了吼。啊，迄、那个生豆吼，这个台湾的用的吼是满一斗到八升了，咱叫做一斗，结果一实际上是中国是八升了吼。啊，这个中国官员就美其名讲，啊，你袂使。做一个公平斗，就是9升啦，哦，就是你爱加10几%，多一层啦，哦，供给贪官，哦，贪官把贪污合理化，哦，啊，一个七啊哦，那改为纳银制。通过银来付银，银哦600银2块，什么叫做600银？银哦分做2种，一种是七厘银，啊一种是600银。即卖咱都对银都无迄个观念啦吼。敢那金啊吼，金啊咱拢讲999，吼。99.999%的迄个纯金，吼、哦，咱伫买是999，吼、哦，啊银吼、哦、是600，吼、哦，啊甲七厘，
就是68%甲72%是云，啊，剩的是杂质。这是云的这种吼。啊，所以这贪官一大堆的时阵吼，台湾人，迄落有田的时阵吼，全买报给政府。外部政府这款的产叫做温产引田呐、啊，哦出现，所以哦，这个温田的出现哦，日本人来了后哦，日本马上调查每一家口啊，你的产几家几分吼、哦，啊，你都报嘛，啊，你那有10家，哎，5家哦，该问起来哦，外部，啊报5家。啊！日本人讲五家都，五家在食吼，啊都到尾手吼都中出来，吼、哦，干那底六港吼都中400家，吼、哦，啊，但六港400家何些人？何高正？高先良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变做安尼啦吼，即温产吼，即你想换者政府吼无同款啦，日本政府较正常啦吼、哦，啊，还有其他细菌。即讲啊，即个真侪名称，真侪名称啦吼，哦，出世啦吼，即看有啦，啊，剩的吼，咱看无啥有啦吼。啊，丁文是啥物？就是人头税。哦，丁就是男子叫做丁嘛，丁文啦吼。啊，台湾人口接近100万人，吼，啊加。丁文改做地丁文，哈、哦，啊、哦，一丁两钱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丁文哦，附着于田地办理，就是讲，你这个田哦，就那讲一家爱一个大波人去做，哈、哦，啊，就爱去付着丁文的钱，啊、哦，但是。人哦会迁呢吼，啊土地袂迁呢吼，啊所以，你人迁，伊国照常甲你，国甲你扣人头税，吼、哦、叫做毛丁啦吼，吼、哦，啊这就是样样都要钱，无多，这就是满清统治台湾第三的时候哦，会拄着困难点吼、哦，啊翻想吼、哦，啊对原住民也较苛刻。伊也较苛刻，吼、哦！伊无固定，每人每年纳银仅2两，吼、哦，有诶到甲20两，吼、哦，极度苛刻。所以吼、哦，原住民反抗满清吼真侪遍，咱拢无讲着吼，原住民反抗真侪遍吼，啊，伊个个。原住民国个分做石番、甲青番，吼、哦，石个甲青个吼，石番就是较有汉化叫做石番啦吼，啊青番哦，青番就是较无汉化个叫青番啦，哦，石番甲青番啦吼，啊石番个分做吼重番就重丁啦吼，少壮番吼。啊，壮番妇，查某人嘛爱搞钱哦，吼！啊，驾车啊，什么叫驾车啊？因为荷兰人来台湾哦，看到台湾人无文字嘛，吼，爱就用个罗马拼音吼，哦，写新疆文书和新疆文，哦，啊，会晓驾新疆文的吼，这真好学嘛，你得落在。26个字母会响的时阵，啊，都会响拼音，啊，都会响讲话，啊，都会使写字啊。所以这款的人吼、哦，会响读这款迄落罗马字的人吼、哦，叫做驾车啊，吼、哦，驾车啊，到啊日本时代吼、哦，它渐渐消失去。啊，迄个时阵吼、哦，这个被捕捉的这个语言吼、哦。啊，拢大部分拢汉化去，所以驾车啊，都不见了吼、哦。
哦，这有这个驾车啊，这代志啦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啊，一个哦，装备用个切，改革征收，就是一个，就是哦，要征收你的这个米，啊，就讲用个切啊来算，啊，切啊都算较侪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一个一真侪款哦，就是要甲你。要甲你乌洗就对了哈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即嘛哦，真简单来讲，有囤税、役税哈，啊粮头差拨、渡船哈、温港谈户，哦，这就是众多名词，对，你就知讲伊扣税金，大行拢会扣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破豪温税、促税。出税就即马个讲房屋税啦，你若有遐个厝甲炒房哦，拢爱扣税。虾米叫炒房呢？炒房就是变数啦。以前个变数是起个厝外口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炒房是免搞税金的。啊，即马嘛都爱扣税金，啊、哦，炒房，啊、哦，大行拢爱扣了哈。哦余规哈啊，清台巨台赋税哦，你为名税名就怎样讲哦，真乱了啦吼，所以无法度，咱台湾人挡袂掉，所以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乱，啊，三年小犯，五年大犯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完全统治台湾，那一声都？三年小犯，五年大乱，哦，这有理由的，就是你乱干扣税金，哦，啊，反正政府知影无，嘛知影，哦，伊讲哦，第1848年，为1683年前哦，一个百多年了后，才有人哦来调查，伊讲国姓哦的吏治之坏。自民籍啊，就是到啊福建哦，上歹，啊福建的民众吏治坏哦，自台籍，民众就是讲福建省所管的迄个台湾哦，上歹，上傲啦吼，啊沈葆桢哦，沈葆桢这个官是算讲清官啦，官啦哦，哦，鱼肉。一共利续以民为鱼肉，就是讲做官的吼，皇国百姓都是鱼肉，都给你吃啊啊！啊，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：衙门八字开，无钱免来；哦，衙门八字开，无钱不用来。就是讲。你若无钱去个乌西哦，你就免想讲要办代志，哈、哦。这是在清朝的时阵哈、哦。啊，一个这个翻译，哈、哦，强征民国翻译，就是讲哦，即个小官哦，称为胡老爷，哦，啊，都一甲珍珠进一车，哈、哦。多田翁比无田苦，怕见当门胡老爷。讲你有资产的人吼，颠倒安尼惊，吼偏无资产的人较惊，吼。啊，所以吼，这个百姓穷了吼，啊，这吼伊为中国调来兵吼，对台湾的百姓敲诈。啊、有钱了，赚着钱吼，高利贷，吼、哦、台湾人，啊，每日按日交五文，啊，啊，你若一日无交，头前的利息拢无算，这叫做五利啦，啊，然后你若无钱人，就甲因某来甲夹去，吼、
啊，这款的情形，那也不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呢？哈、哦，啊，干那那，主要有人哦，高举义旗哦，无分南北，大家拢反清。啊，基本上他都要讲的，那是税金的部分啦。啊，这经济政策，哦，完全嘛无经济政策，哦，伊个禁止台湾人出海。田成功在台湾的时候，田经吼、哦、有在做贸易，吼、哦，去南洋、去日本做贸易，赚真侪钱。哦，但是禁止海禁，就给你禁起，不爱和你做。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都无去啊！哦，你袂使去赚这钱，都不爱让你出去啊！哦，也够，咱台湾人禁止入山，因为山都唔是入去山内底都唔是完全管的所在吼，伊禁止你吼，好，这都是啊！你若去开垦一个所在吼，开垦好势了，这个所在吼。哎，完全政府讲，哎，黑阮小弟的，啊，你该纳税金，乌白来就对了吼、哦。完全政府乌白来，啊，这款的政策个下哦，哦，三年小犯，五年大难，哦，啊，咱这犯，不是犯万年，得犯长山，哦，长山。长山就是讲，为中国来，无甲台湾看作伊个乡土吼，无甲台湾当作伊个厝吼，迄款人叫长山人，吼、哦。所以长山当时是一个真歹个名次啦，吼、哦。吼，啊，这长山人吼，迄、那个日本人有一个调查，吼、哦，台湾人甲长山人有啥物区别？后藤新平哦，就讲奇怪，阮日本兵来登陆哦，啊，这个满清的兵走啊，离国家，大家拢导航，大家拢走，吼、哦，连这个老英福吼、哦，黑旗军哦，中国上出名的这个黑旗军吼、哦，拢唔敢见黑旗军哦，老英福要导航，啊，叫人哦。拜托英国是领事吼、哦，来台北个华山之际讲哦，我要导航。啊，华山之际讲，你若要导航哦，会使啊。你甲战地司令官讲啊，啊，阮就走去家己甲战地司令官讲阮台南的即个长山兵哦，要导航啊。伊讲要导航会使啊。你来我头前挂加贵啊，哦，我都给你导航啊。啊，这个老英雄哦，看来不是办事哦，专哦暗时化妆做阿婆啊，哦，阿为安平港走，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叫做阿婆浪港。阿婆哦，伊化妆做阿婆嘛，阿为刚好走爱滚爱浪一个嘛，哦、啊滚浪一个走。阿伯浪港，哦，啊，就是安尼来了，哦。啊，这长山人，这个后藤新平调查出来，爱钱、惊死，搁爱贫罪，哦。啊，台湾人是摕德国倒菜刀，甲日本人在写，哦。哦，所以三年小犯，五年大乱，哦，这是全民的用语，这个。朱一贵哈，在1721年，哈、哦，武力的评价哈，评估是300,000人，哈、哦，所以一个人一克，讲要反清，啊，都300,000人对行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政府实在有够傲。1786年，哈、哦，伊讲即个林松文的抗争的时阵吼，伊讲
将近百万人，都、就是所有台湾人都在欢庆啦。哦，那也遐奇怪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民怨就无消啦，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官员贪污啦，十年一大犯，五年一小犯，就是安尼啦，好、哦，啊，福建巡抚丁日昌吼、哦，奏折讲吼，台湾的官员哦，暗无天日，哦，啊。所以哦，无十年不犯的，就是每十年一定绝对爱犯，哈、哦。这个到个日本人这边来讲哦，也搁得犯，哈、哦。啊，伊诶法宝是啥？满清统治台湾的法宝是分化台湾人。分化的方式，吼，就是讲用个族群分化，甲台湾人分作漳州人、泉州人、客人、甲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啊，互你互相相待，吼、哦，所以要有族群械斗，吼、哦，啊，族群械斗的名称，吼、哦，咱有几哪行，就是闽客斗。河洛人跟客家人落去台，哦，漳泉斗，漳州人跟泉州人哦，迄讲话有小可腔口有小可无同吼，啊落去台，吼、哦，上出名一件就是第一发生伫台北吼，艋舺漳泉斗，啊泉州人输，啊走来诶，即个延边北路迄边吼，太平顶吼，安、哦、尼。啊，一个闽客斗、河洛人甲客人斗，哦，啊，同姓斗，哦，姓氏来斗，啊，县级斗，啊，搁一个客斗，伊嘛甲分化客家人甲客家人落去台，哦，啊个同业斗，有办法甲你分化，拢甲你分化。这就是分化，用个分化，哦。哦，啊，这个每次吼、哦、会反对吼、哦，拢是反对官兵大作和大乡邻对象，啊，起义的号召人甲领导者吼、哦，拢是来自大众吼。哦像讲朱一贵，就是阿武王，人叫做阿武王吼，就是农村的迄个善恰人，吼、哦。林宗文嘛是善恰人，嘛、嗯，吼、哦。武宗的迄个主力军拢是台湾本地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小朱富甲读书人吼，拢徛喺万清迄边，拢无插落去，吼、哦。哦，所以当时。甲台湾人吼、哦、分化做泉州人、漳州人、客人，当时称为粤人，叫伊讲，伊咧是广东人啦，吼、哦，哦，粤人，啊，即番人对原住民吼、哦，啊，即款的械斗拢总138件，吼、哦，抗争有138件，啊，即、這个138件吼、哦，头一件。1696年，伊是1683年，就是经过13年了后，都有大型的抗清的活动。啊，但是你爱知啊哦，咱的228是经过一年啦，你哦，无到一年的时间，都228发生哦。看满清甲后啊，是国民党甲后，哦，家己算看卖就知啊。哦，这是经过13年的头一回，吼、哦！啊，1699年，吼、哦，先住民的事件，吼、哦，1671、1721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种哦，有一件一件啦，真多件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1732年，吼、哦，五福星起义第一洪山，
吼、哦，反清28人学过德国，吼、哦，台湾清的守备张玉，吼、哦，也是反，啊、哦，这一件一件吼、哦，138件拢有记录起来，吼、哦，我这是给你看一下吼、哦，啊，也够有这个吼、哦，小刀会，什么叫小刀会？小刀会就是以前我有讲到，即个诶，鸿门天地会是咱们台湾发展的吼。鸿、哦、门天地会各发展落去吼，都发展出来小刀会等等组织的诶物件。好、哦，1794年也够有吼。好、哦，这是给大家看吼。哦当年啦，差不多138件啦吼，所以138件，按伊拢总占213年吼，一年我都一件啦，一年我都一件啦，大细件啦尔吼。好，1809年到1832年。1833年到个1851年，吼、哦，这安尼知讲有遮侪件吼，安尼知就好吼、哦。1851到1892，1862啦吼，1862吼，1865到1885。1885，啊，1895年台湾都挂出去，哦，就是讲春朝10年的时间吼，一个得翻清啦，哦，台湾人翻清翻个真厉害，啊、哦，啊，1892，啊，九二啊都就要到啊，1895年吼、哦。九二个九五都差3年那年哈，哦，一个地发生哈，啊、哦，啊，台湾哈、哦，138件来对哈，哈、哦，达回拢反清啊，但是达回拢无成功，为什么？尤其林松文迄回无成功，真可惜，哈、哦。满清为中国3次调兵来，哦，第一次调兵来，叫林松文打败；第二次同款打败；第三次来的时候，大概林松文打败，哦，啊，林松文打败的时候，伊当时哦，有用四川屯垦。什么叫做四川屯垦？屯垦就是，这是伫四川的管山顶头的人哦。其实都是藏人呐、啊，西藏人啊，啊，西藏人生活在4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来个台湾吼、哦，啊，林宗文战败吼，走去山顶，南投的山顶，嗯，啊，就四川屯垦，啊，都高山，伊嘛是家己掠，走去山顶去掠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才掠会到，吼、哦，无吼掠袂到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213年中间。较大件的案件是林宗文大革命，朱一贵甲地条村，哦，这是农民起义的革命事件，农民起义哈，啊、哦，啊，这张图吼是这个满清的迄、那个战将就对了哈，啊、哦，所以138件哈、哦，日日皆反，那有这款现象呢哈？哦都知影，这是官逼民反，官机民变。这是官做了无好，刚才咱即阵的迄、那个，那大家那拢散落，那什么22K 哦，大家毕业才摕2万外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哦，政策唔对，政府的政策唔对了哈。哦啊，这个138件的代志吼，咱来分析。第一种人吼、哦、是台湾本地人
反清事件拢总有八十三件，吼、哦。这个八十三件中间哦，大部分是甲红门天地会吼、哦，陈英华所创的红门天地会地下组织有关系，吼、哦。八十三件，哦。第二种吼、哦、是先住民，就是咱即马讲做诶原住民吼、哦。咱民政府有一个名称叫做高沙族啦，哈，高沙族哈，诶，抗清事件，哈，十七件，哈，有十七件哈。第三种就是分类制度三十八件，分类制度就是讲哦，甲晚清哦，甲你塞弄你诶，咱台湾人，互台湾人家己袂好，互台湾人家己小台。啊，太太死了哦，满清政府哦，安尼伊就爽，安怎呢？伊伫统治的时间，伊无伊所管辖的所在无反清的活动，所以伊照常会使做贪官，吼、哦，免互调转去中国，吼、哦，这是主要的原因哈、哦，哦，所以台湾这个满清统治下的台湾历史哦。就是这个是面对人民抗外的革命史，哦，这是爱安尼讲，哦。啊，头前反清是要复明啦，哦，因为明朝吼、哦、本来反清复明嘛，吼、哦，爱回到明朝哦，哦，有这个活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活动是。好、哦，反清复明，哎、啊、呀，过来，以后哦，都反清不复明。我反清的目标吼、哦，唔是要过了，和明朝来管哦，不复明吼、哦。这参照哦，朱一贵革命的时阵哦，哦，干了七天，就全台湾都弄起来，建年号永和，啊、哦，清兵缠斗将近一年，啊，无成功。无成功，即卖个检讨原因吼，咱无得到外援。吼，所有的革命活动吼，参照美国的迄个独立战争吼，有得到法国人的帮战，伊才有法度甲世界上强的英国吼，甲动的。吼，啊，咱台湾人的革命吼，拢无受到外援，无受到外援，你的。你的革命活动吼，你自然吼成功的机会都减少，吼减少啊！这个朱一贵并不成功，吼、哦、啊！冇智利王朝，吼、哦、不得连的意识抬头。这一七八六年吼、哦，林松文大革命，一七八六年，今年跟美国有相关的，美国一七七六年。独立战争，吼、哦、啊！满十年了后，咱台湾嘛是发生类似案件，但是美国有法国的帮忙，吼、哦，甲英国冻掉的，吼、哦。无英国头一批带美国的军队拍输，第二批英军会过来嘛？你个太大西洋国较大，伊嘛是照常的军队会上来嘛？啊，迄军队拢是有受过训练的嘛？啊，你这個殖民地的所在吼，拢无训练咯，拢是安尼临时的起义的部队吼，那有法度甲正规军吼按直直的建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即马即个民政府就是讲，咱爱靠美国的力量来处理即个代志，的原因为啥都看甲真清楚。这就是吼、哦，统治者甲被统治者，所以自然吼、哦、产生本地人的共感甲意识。所以台湾人吼、哦，就是来台湾要踮咧台湾定居下来，自然都变成台湾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发出台湾建国独立的先声了吼。好、哦，一个经济因素，咱来反清吼、哦，
反清即个张炳在1832年，因为百姓夭折吼，啊，伊反抗贪官，甲奸商甲牛氏运出局吼，啊，抑佫为中国派来官员吼，剥削无度来起来反抗。西高段的1888年，洛江人西高段吼，用个武力清人为城吼，甲建的，甲清军建的城外吼，方太师袂少吼，佫刷落佫大条一块地条村，起义三年吼，三年之久吼，即嘛是。中国多次调来中国的精锐部队，大概这条村哦，压落去。1721年的朱一贵，干那七天了尔吼，都全台湾拢客换啦。即马那七天了尔，讲台湾咧总会换哦。嘿，你咧想看卖这个情景哦。就是这个贪官实在有够多啦吼，所以这就是勇敢的台湾人在满清占台湾213年中间，是面对人民抗外的革命史，咱讲较头前的吼，1696年。就是满清占台湾13年，就发生抗清的吴秋事件。吴秋事件安怎发生的？那即卖来讲，无讲介重要啦吼。但是1696年，主要就是讲13年了后，台湾人才开始反清。1701年，这有小寡宗教的味道。香炉发起，想讲神有在指示，爱较紧的吼。什么叫做香炉发起？想讲叫做香炉发起，这是香炉，啊，这发起，吼，啊，都神有在指示吼，啊，都开始发啦，吼。这是伊当时发生的伫吉水溪的所在，伫嘉义县和甲台南县的这个中间这个所在哈发生。1721年，朱一贵大革命，朱一贵哦是伫高阳县内门乡啦，哈，内门乡即马真少人知影，大家叫伊阿武王，伊看到。因为迄阵有地动，人心惶惶，士兵乱七八糟，所以1721年，凤山县令出缺，一个县长无县长啊，台湾知府派因囝去做县长，因囝就开始贪污，所以引起反恐。这是内门乡是第一家哈，内门乡是伫高阳关，加六龟，加台南市，是做小可知讲一个所在发生的哈，伊吼，我讲台湾人无故结拜，你结拜吼，无缘故都结拜，你有掠40多个人。四十个人吼，唔够钱打40大板，你唔够钱吼，卡上不会限40个。咱干那变形，干那要变5个那尔吼，都会休困3个月哦。所以哦，迄限的40大板拍落落，人会死呢吼。驱逐过海，甲你关登去中国。
迄个时阵吼，要起义吼，1720年，朱一贵才30岁啦，尔，吼，啊有金牌数十件啦吼，啊有这鸟仔穿啦吼，哦等等啦吼，啊但是那是失败，因为内底袂合，吼，因为一个内部装的杜君英吼，杜君英哦。因为嘛是来响应，甲朱一贵同款来反清啦吼，啊！但是杜君英吼，要就建业完成的时候，要叫因囝做王啦，啊！朱一贵不爱啦，啊！所以反清吼，咱台湾吼，这个武器吼，这叫顶牌啦，顶牌吼，这我去翕的吼。这是去迄、那个一个伫歌戏班吼，伊就顶牌啦吼。伊讲啦，即间个迄个作战顶牌是搁较大吼，吼、哦哦。啊，即、这个你看，即个70多岁啊吼，另外要个作用个。即顶牌有啥物作用呢？第一轻，第二你钱下来，钱吼多扑来吼抵挡，吼、哦。啊！迄阵郑成功的时阵，有一个叫做铁人部队、铁人部队，就是讲身躯拢穿铁甲。啊，穿铁甲，你要过溪的时阵哦，真歹过。你就浮袂起来嘛，你铁也重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铁也重的时阵哦，拢爱靠这个哦，顶牌哦，一浮，吼、哦。啊，他们顶牌顶头按裹一按落。也在计会啦，吼、哦！朱一贵起义来，干了13天，台湾全岛拢伫革命军的手内底啊！13天啦，你吼，吼！你看嘛，完全政府。第官员贪污真厉害，啊，唔是干那南部的官员贪污，啊，北部、中部、北部，大个伊拢在贪污。哦，所以起义的时阵哦，大家哦，奇装脱下，长辫剪断。咱清朝的时阵是穿有奇人的衣服啦，这是较落后的民族的衫。啊，一些辫子吼、哦，嘛是落后民族的迄个发型啦。啊，剪辫，吼、哦，因为汉人本来就是无这留辫子嘛，吼、哦，吼，啊，大家尊奉朱一贵做中兴王，吼、哦，但是因为杜君英要求伊的囝杜惠山哦做王，吼、哦，啊做王爱卖啊卖卖到好啦，啊不你去台吼。哦所以分化，受到满清人的分化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客家庄哦，未记伊是台湾的主人，吼、哦，还、啊、立于做客的立场哦，专哦向满清树立大清益民企业方法，向满清摇头哈、哦、摆尾，还所以倒清所以。朱一贵的部队全分化去啊，去往分化去啊，吼、哦。朱一贵吼，西剪的二坤森是伫台南的所在啦，吼、哦，5000水兵来个剪吼，这都是伫当时的战场啦，啊，即卖地图啦，吼、哦。啊你如果去做料别啊吼，你都用个，伊你都用有官职，有官娘，有夫婿，有18%，有4点，有免租税，建忠义亭，吼、哦、等方式向人民诱骗，吼、哦，啊杜君英就上当了，
哦、上当、哦、啊就用个大清义民啊就以汉治汉哦甘愿做代干。但是杜君英买酒的下场相反，水鬼去用台死了后，杜君英哦就讲啊你来去福建，啊去福建哦，爸仔囝两个同时嘛去用台死，这就无路用啊嘛，完全对于无效啊嘛，所以台死啊，这是做代干的下场哦。这杜君英是一个真好的案例啦哈。啊，这个朱一贵哦，叫做蝶死于一帮。这蝶死就是安怎呢？这是一种真残酷的死刑啦，大概都是咱讲五马分尸啦。哦，五马五只马，一只马绑一只手，一只脚，另外一只马绑一只脚，安尼五只马啊，一个绑头。啊，同时这五只五个方向行。啊，这个尸体敢动会掉，动袂掉，就裂开来，啊，全死去，哦，五马分尸了哈，这是肢解的哈。哎，一个西洋的用法哦，一个凌迟哈，凌敌硬死，用个刀了给你刮，有八刀、十六刀、三十二刀、六十四刀、一百二八刀，甚至有3600刀。什么叫做3600刀？就是每一刀哦，无咧太真深，啊一刀啊一刀啊了，吼、哦，啊个了3600个，啊你再死，啊就话这是很酷刑啦吼、哦。你看一刀毙命，我们都尊啊，甲林义士讲诶，不知道，都好啊，一刀毙命都解决了嘛吼。哦好、哦、啊，我才多讲哦。满清对杜君英吼，甲伊个囝杜慧山吼、哦、示好，啊，伊们就降敌安嘛。啊，阿专哦，结果骗往厦门，啊，被押赴北京，父子两人同时被斩头了。啊、哦，这杜君英始料未及，啊，我都做你个。了别啊！阿你奈个台戏，因为安怎呢？全世界拢共款，做了别啊，诶下场都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你有通利用利用的时阵，人甲你利用；啊，若无通防利用的时阵，人都不爱甲你利用，全甲你台戏，较简单。吼、这吼，这是即马的相片啦吼。这是讲朱阿武王朱一贵啦吼。好，伫内门乡哦，啊这一寡鸭，啊伊在饲鸭，这当时的乡长吼、哦，做这个来纪念伊。啊，咱台湾历史吼拢白写，这咱台湾民族英雄吼拢白写。这有一间庙，有写朱一贵，哦，哇，啊，这大概是朱一贵的款。满清统治台湾哦，哇，知影讲客家人甲河洛人有真多区别，大家分化，该分化落去哦，都我都通统治，哦。啊！伊派来台湾的士兵吼、哦，拢无反清啦，那拢无反清，因为因的母囝拢在中国，吼、哦，你若要反清哦，我都甲恁母囝杀死，吼、哦，甲视作人质啊，吼、哦。每遍反清了后，对贪官污吏无处置，就是讲。做歹代志的迄个官员哦，拢无该处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屠杀台湾人，只知高压不知疏导，吼、哦！所以一处一处的发生，吼、哦。
这一个就是真重要的，林松文大革命1786年，我讲1776年是美国大革命，过十年了后，咱台湾有这林松文，伊用个红门天地会来革命，红门组织真紧，去到位拢会拄到同志，一声都反清，伊的。定居的中华代理客，这里客庄吼，南京堡吼，代理客我只有一个相片的，吼，代理客这是读最客啦，吼，这是最近的翕的相啊，吼，代理是第一啦吼。哎呀，乌日地价哈，太平哦，晚清的迄个皇帝吼，这个乾隆吼，都有写伊有十大武功，有十个吼武功，其中一个就是讲伊平定林爽文的事变。之乱哈，这就是乾隆皇帝的。所以晚清统治台湾，贪污腐化，贪婪之力以宦为骨，舞弄文墨，剥削剥民子高，三年暴罢。满载而归。那三年，因为所有满清的官员来台湾，干来用做三年官，所以咱台湾讲三年官两年满，两年吼、你都落地啊堆个满满满。好，三年官两年满，好，所以，这讲一寡细节吼，好、哦，伊较无虾米意思吼。讲刀落吼，这个名也有来有散啦。第一子女星座有六个，第北斗七星之男，所以叫做刀落。好、哦，北斗七星有六粒在北边嘛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刀落甲。到那个家己两个所在吼，伫争县治，就是讲县要来做官的迄个修复的时阵吼，摕土来砌，吼、摕土来砌，家己的土吼是重量是到那个一到六升啦，所以叫做到那，家己的土吼较重啦，是到那个土的。加60%吼，一到六升吼，因为伊家己的土有盐滴啦吼，所以到那个名是安尼来。哦，迄阵的大都市一户二落三万家，四月丁五番沃六代理，哦，一个讲法是一落。一户二落三万家，还是三新增？番沃就是方碗啦，吼。奇怪，猪肉是家己啦。那猪肉改做家己，就是因为林爽文革命的时阵哦，猪肉。有一挂泉州人吼、去予人分化，吼、做满清的料皮啊，吼、要就清都赢对无？感觉讲即挂料皮啊真好，所以乾隆皇帝讲一心可嘉，所以家己改做改名改做家己，为猪肉改做家己，吼、以后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就这款名哦，你都爱改起来，吼、
这不义嘛。在北斗七星啊，哈，这春夏秋冬的位置了哈，这七个星嘛哈，啊，这 summer 啊，这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啊，春夏秋冬，啊，大概今天就讲到这哈，安尼一个结束哈，按啊看细节哈，去看网站，好，还是不看字，好，感谢各位，谢 Kelly。Get it? Welcome to